你现在哪里会痛？哪里会痛？手，好，手的擦伤。穿着蓝色长裤的机车骑士听到消防人员问话，还能清楚回答，看起来意识清楚。13号下午1:45，这一名18岁的骑士摔落边坡，让同行的车友吓了一大跳。延伸臂先往内收。消防队紧急出动，发现事故地点就在嘉义中埔乡的台三线310公里处，骑士跌落3米深的边坡下。由于骑士摔落的地点搜救困难，消防队出动吊挂车，把受伤的骑士缓缓吊上路面。车祸现场，机车横躺在路边，初步研判骑士疑似自撞护栏后整个人腾空摔落，还好送医后生命迹象稳定。但嘉义台三线因为路线蜿蜒曲折，是不少车友喜欢跑车的地点，累积下来今年已经有45起类似的摔车意外发生。机车骑士啊，因擦撞护栏啊，跌落约3米深的脊髓井，利用吊臂啊，将患者啊拖吊至路面啊。消防队呼吁，近来山区多雨，气候不稳，而且常常有浓雾，车友享受奔驰的速度感之余，还是要注意路况，别拿生命冒险骑车。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。